荷包无故失踪，可能是养心师为了让我们互相猜忌，故意拿走了荷包。玉哥哥，我们有竞争对手了。嗯，去哪儿浪去了？一身酒味。我去办大事儿了。嗯，看病讲究望闻问切，看面相还能看出病吗？不用问诊也能知道病因，难道他也会花心啊？ 早知道师兄也在苍城，我还开什么医馆？直接来投奔师兄便是了。既然师妹也来苍城行医了，那就安心在这济世堂住下吧。昨晚我传唤欢儿，他没有回应。我估计他已经对那个人动了真情。大师姐，你怎么会被关在这里？你不要问，快点走，花心哥有变，务必保护好石默默。 你说这师兄妹俩还挺有意思的，一个大白天问诊，一个大晚上问诊。我没误诊，你们凭什么抓我啊？哎，你们，来继续来。喂，不是，我也没误诊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哎，我说兄弟，你这是犯什么事儿了，把你给抓进来了？我犯。 我没犯什么事儿啊，我没犯什么事儿，抓你干嘛？你犯什么事儿了呀？不是，笑什么啊你？我说兄弟啊，不是我危言耸听啊，你那间牢房啊，半夜的时候阴森、恐怖、冷、闹鬼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什么男鬼、女鬼、色鬼，还有那个变态鬼。 哎，尤其是喜欢像你这种白白嫩嫩的这种类型的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要不要你考虑一下，跟我关一间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间没鬼啊，哎，就是有鬼，我可以保护你啊，怎么样？不必了。哎，我说，真的，你考虑一下呗，来我这边吧。哎，不是。 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怎么办才行啊？我得想办法救掌柜的。首先，你要搞清楚是谁告的状。其次，我们要找到误诊的那个人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以前怎么没见你们这么有默契啊？等到那个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，掌柜的在里面肯定很难受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。掌柜的，想办法，办法一定有。 两位大哥，我真的只是路过呀。少废话，你们这样做不合适吧？啊，如果你说……不是，现在已经知道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快打开，快打开！哎，赶紧去，老实待着。哎，干嘛？走走。你怎么也进来了？我指望你把我救出去呢。我是想救你啊，这铺子里又没多少钱，主要还是这个县官，简直就是无底洞，不然我也不想劫狱。劫狱？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我不是想救你，救我？你都进来了。这苏问姑娘又不见了，是不是她做贼心虚逃跑了？那可怎么办啊？这样，我去找苏问，你去衙门里救掌柜的。怎么救？直接救啊？还是你去找苏问，我去救掌柜的吧。 也好。哎呦，这司马空空又去哪儿了？哎呦，爷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我带您进去。 你是来找人的吧？哎，我看你也长得挺漂亮的，怎么迷不住男人呢？也不是我不让你进，这要坏了我们青花巷的规矩呀。什么规矩？我们这青花巷只进男人，这女人可一律不让进。你不就是要银子吗？我给。哎，这可不是银子的事儿。你说这男人来干什么呀？他不就图一个快活吗？你上我们这一折腾。
谁还来我们青花巷啊？走吧走吧走吧，哎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哎，那个陈玉姑娘今天开嗓吗？哎呦爷，您来的正是时候，陈玉姑娘已经上台了，快请快请啊！你没事吧？哎，公公，难道我才是有大法力之人？掌柜的，你读书比我多，这玩意值不值钱？你看看。这应该是养心师这些天收集的浊气。哎，你们还想逃走？你们可以走了。啊！我听衙门里的人说，城里闹瘟疫了。骗他们喽！啊！要不这么吓唬他们几个贪官，怎么可能放你们回来？吓死我了！哎！哎，素问师妹呢？虽然城中没有爆发瘟疫，但是情况也不容乐观。我们调查了一下城中的状况，发现除了在咱们济世堂看过病的人病情加重以外，还有一些人病情加重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去过青花巷。青花巷？哎，这个我知道啊，这是苍城有名的青楼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，岑欢跟踪了素问，发现她也在青花巷，而且摇身一变变成了里面的头魁陈鱼姑娘。素问师妹也在青花巷，她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喂喂喂喂喂，你注意一下重点好不好？现在城中病重的人有两种，一种是来过济世堂，还有一种是来过青花巷，你说说看这两种有什么共同点。我又知道了，这共同点就是素问姑娘，对不对？孺子可教也。不可能啊，我跟素问师妹打小一块长大，怎么会呢？你们有几年没见了？约莫五六年吧。你有没有想过五六年一个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这个是你素问师妹的胭脂。有血腥味儿，不只有血腥味儿，还有很浓的怨气。我怀疑这个城中很多人得怪病，就跟这个有关系。那我们把素问师妹找来，跟她当面问问。你的素问师妹在青花巷，那个地方我们女人进不去。那当然了，那是我们男人去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没去过。对了，我们在牢中的时候，顾正来追杀过我们，但是被我们躲过了。我还拿到了这个。到底选哪儿啊？可以摘下你的面纱吗，小鱼？你来摘呀。
这还是掌柜的师妹吗？先把她弄回去再说。醒过来，素问师妹没事吧？这就是你的素问师妹。脸上的肌肤质地和老玉无异，只是表面似乎有灵药滋养，还有些许弹性。你不怕啊？怕什么？这是我师妹。再说了，哪个女子愿意自己变成这样的？想必这些年，师妹受了不少苦吧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灵药，我亲眼看到，他将嫖客的心头血滴到里边。心头血是人的精气所在。少了一滴都是了不得的事啊，怪不得现在城中病重之人如此之多。闻不出是什么方子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里面有补药也有毒药。人血乃是药引子，起到了平衡中和的作用。如果这种胭脂涂到了脸上，是会起到恢复青春的作用的。哎，这么说，这玩意儿还是无价之宝啊。只怕药效一过，毒素也会沉淀，皮肤会更差，长此以往还会危及到性命。当年我和师妹跟着师父，我学医他学毒，医术平衡中和适合大部分病症，而毒术剑走偏锋适合疑难杂症。不过师父也说，医者可以害人，而毒者也可以救人，关键是要看用的人的心性。师妹，你这样下去终是害人害己，你醒醒吧。师妹，我变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叫我师妹吗？你的脸怎么？师兄也觉得我的脸难以入目了是吗？红颜枯骨，不过弹指之间，你又何必拘于自己的容貌啊？好一个红颜枯骨，可惜以世人之愚昧如何会懂，他们一双眼睛看到的只有我皮相的美丑，又怎么会看到我为了救人容颜尽毁？只因为我试针失败，
就要烧死我。烧死你？我原以为到了师兄这里就是回了家，没想到。师妹，我不在乎你的容貌，可我不能放任你去伤及无辜啊。无辜？我为救人容颜尽毁，受尽世人白眼唾弃，谁又来可怜我的无辜？师兄，我不想害人，我只是不想再去忍受那些厌恶和讥笑的目光。师妹，哦，掌柜的，残姑娘说了，他们回来之前不要轻举妄动。你看什么？你别激动啊，有话好好说。放开我！就这么把自家师妹控制住，真是宅心仁厚啊！我们师门的事，关你什么事？浊气瓶呢？浊气瓶？把它放了，这瓶子归你。你还敢跟我提条件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没事吧？孩子，胭脂，我的胭脂呢？胭脂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别杀我！求求你！所以说，养心师带走了素问，九思追了过去。那素问变成这样，跟养心师脱不了干系。浊气瓶？你这浊气瓶吗？那九思拿的那个是什么？假的。假的？欢欢，那师妹她还有救吗？我说过，心病还需心药医。素问她心中有魔障，再加上养心师在旁边蛊惑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回头。空空，你怎么了？说睡就睡啊？真是奇了怪了，明明脉象正常，怎么就不醒呢？唉，他怎么了？他吸入浊气昏迷了，但是我无法取出。九思公子真是好身手啊，可以从养心师的手里全身而退。养心师的目的是要浊气瓶。我把瓶子给他，他也不会怎么刁难我的。他好像对浊气瓶有反应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上次有些浊气被他吸入，我还以为是巧合，而且也是无法取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浊气已经进入他的神智了？那如果不马上取出，把这浊气放入他的身体内会怎么样？你疯了吗？这么点他已经成这样了，你要是把全部的浊气放进去，岂不是要了他的命啊？我在古书里看到过，怨气执念也扰人心智，而又能明人心智。哎，你是说以毒攻毒之法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
你觉得可行吗？嗯，以毒攻毒之法在医学上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医治方式，如果使用得当是会有奇效的。那我们可以试一试。哎，陆姑娘，我怎么感觉你那么舍不得用浊气啊？小曼，我做了个噩梦，大家都还在。你没事吧？还好，我得缓一缓，得缓一缓，得缓一缓。闪开闪开让开，都离远点。这屋子怨气好重。哎呀，这就是师妹这些年来住的地方。把那个拿出来。啊！啊！这难道苏文师妹引诱人试药吗？救命啊！我不小心被夹了，救我！别担心，我是大夫。谢谢姑娘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村长同意你医他女儿了。可是他不是一直不赞同以毒攻毒之术吗？嗨，他都跑了十里八乡了，除了你没人敢治，他不信你信谁？可是他的病我并没有实权的把握，如果患者承受不了毒素，毒素可能会……哎呀，娘子，娘子，你就别可能的了，你可是神医在世啊，没有你治不好的病。再说了，生死有命，尽力就是了。别犹豫了。好吧。村长，实不相瞒，令爱的病情比上次来看时更加严重了。如果你们之前同意我施针，我还有七成的把握。可是现在我最多只有三成的把握。三成？三成？可你们用毒太冒险了。哎呀，冒什么险呢？再拖下去三成机会都没了。这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。是真吧？既然如此，我会在三天之内先试出毒药适当的剂量，届时再为令爱施针。有劳了，有劳两位了。谢谢姑娘。
娘，我女儿有救吗？是啊，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若是令爱能够扛过今夜，就还有希望。谢谢，谢谢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娘子，女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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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女儿啊！你又去青花巷了。你管我钱呢，钱呢，你又去青花巷。钱呢？我不去青花巷，在家蹲着你个丑八怪啊，你给我死啊你。如果不是为了给村长的女儿看病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如果不是你，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该敢说，要不是你把村长女儿给治死了，我活得能有那么差吗？你死没心，我弄死你，我弄死你，死没心，死没心，死没心。叶子，亲一下。夫人，毕竟人命关天，您是否再考虑一下？怕什么？杀人偿命，他害死我女儿，以命抵命本来就是天经地义。您就不担心她丈夫发现的后果？哼，我早就打听好了，他那个没用的男人整天留恋青花巷，已经十几天没回家了。再说现在咱们帮他除掉了这个女人，说不定他还得感激咱们呢。少啰嗦，快动手。嗯，走，活该。带着这张脸，就算到阎王地府，牛头马面也会生厌吧。所有人看到就只有我这张丑陋的脸。我有办法能够让你美貌如初，你愿意吗？皎皎衣门女，玉面罗刹心，玉洁何曾洁，情真意切切。渣男，渣男，是挺渣的，不过再渣也死了。我们现在要找到素问，不能让他执迷不悟了。那天我要是能跟他好好聊一聊，说不定他也不会变成这样了。我们现在是要想怎样找到素问。我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不靠谱啊。有什么不靠谱的？你看啊，这九思啊已经受伤了，这个时候你们再去青花巷，要是这素问和养心师来了怎么办？你们杀还不能杀，打还不一定打得过，万一你们再被抓走了我怎么办？你还能跟小曼相依为命啊？我呸呸呸呸呸呸呸，就不能说些好的吗？别动。哎，掌柜的，要不这嫖客的事情让我去做吧，当嫖客我可是有经验的。哼，你肯定是花丛老手了。这小曼曼，我没吃过猪肉，还没看过猪跑吗？是不是总比掌柜的这种青花巷在哪儿都不知道的好吧？是不是？够了，素问是我师妹，于情于理都应该是我带师妹走回正途，所以这嫖客我当定了。哎，大爷快来呀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青花楼新来了一个叫小红的，哇，那叫一个水灵啊。只要你的银子带的够了，我保证你满意。哎，昨天我刚给我婆娘那镯子当了，换了不少银子呢。你说你婆娘那个镯子就是她亲娘的那个遗物？遗物？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吃不上饭了，谁还管遗物啊？对呀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你可真会玩啊。哎，来来来，
会玩会玩，好，我看看啊。哎，来来来来，熊大哥，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哎呀，我都想你了。来来来，让我亲自为你搅啊。来。哎，我说小红啊，你这一天到晚的对你熊大哥感兴趣，这老李也需要安慰呀。李大哥，哎，来，我亲自喂你。哎呦，别拦着我！你这里头冲什么冲啊？这是男人会玩的地方。哎呀，你冲什么冲啊？你冲什么冲啊？你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哎，姑娘，你竟然来喝花酒！你谁让你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大哥，快快说出来！给我滚！哎，快来人！有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哪有人闹事儿？嫂子，回家别打呀！啊！你个臭男人，我管！你看我这嗓门够大吧？啊，还行。我说嗓子都喊哑了啊！哎，啊，希望外面该听到的人能听到吧。必须听到啊，不然我的钱就浪费了。哎，快，多喝点酒补回来。哎，桌子，小宝，救命！别管我，我们娘俩死活绝不出来。我喝个酒，你管我干什么啊？你给我滚回去！打我，打我，打不成！别管我，我跟你拼了！我打你，我打死你！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！你是执念成妖，你的执念要散了，说明你要找的人已经不见了。是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预言的丈夫是谁。什么？你们要引养心师过来？疯了吧？那你就忍心看着预言这么带着遗憾离开吗？师父，我发现了养心师的身世。他只是真正养心师的一个小喽啰，罗侯在他心中种下了邪恶的种子，若你帮他化心，他便可以摆脱养心师的控制。养心师和化心师不同，真正的养心师只有一个人，而顾征300年前就已经死了，说明他不是真正的养心师。要不我去找他吧。不行，这养心师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草菅人命，坏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